李春呐、啊，在，借他们的刀使一使。是，我们来为大人演示一下。好，大人，假如真的是两个凶手同时站在门前，我们为您演示一下他们挥刀的动作。来，一二三。啊，大人，两名死者伤在喉部。而且没有任何打斗躲闪的反应，这就说明如果真是有两名凶手在门外的话，那这二人定然是要同时出手，否则死者会立刻做出反应。不错，但刚刚你看到了，不要说挥刀，就是刚一拔刀，两条手臂就撞在了一起。是啊，看来凶手只有一人，而且是个杀人惯犯。不，不是惯犯，而是专职杀手，否则怎么会有这样的力量和速度？嗯，好，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说清楚了，现在说最重要的。据店老板所说，两名死者是倒卧在门前，这一点可以肯定吗？可以肯定。好，这就说明两名死者肯定是听到了外面叫门之声，其中一人走过来打开房门，凶手站在门前与他讲话，而另一人走上前来，此时凶手突然出手用快刀将二人杀死。是这样。张环、狄春，在，我们再为大人演示一番。是，我站在凶手的位置，你二人进屋，站在死者的位置。是，把门关上。他要逃跑，住口！啊，二位请开门。谁呀？啊，是我。哦，客官，啊，怎么回事？原来是这样。大人，草民的分析还有些道理吧？有道理。那么凶手究竟是什么人，才能够令这两位死者打开房门，而且还站在门前听他讲话呢？肯定是熟人。不错，肯定是熟人，而且是令这两位死者毫无防备的熟人。啊，本官似乎有些明白了。这里还有一个疑问，就是那个哑女小凤，她说并没有听到外人进店的声音，也没有听到敲门之声。不错，这一点又如何解释呢？因为那个凶手根本就不是外人，所以他没有进店，而是住在这里，而且他也没有敲门，是用声音把门叫开的。啊，是的，
是的。那么，这个凶手会是谁呢？凶手就是你啊！不，大人，您开玩笑吧？哼，这位怀先生的分析精到准确，使用的是排杂法，他排除了所有可能性，只留下一种，而这一种就是事实真相。大人，难道您就听他一面之词，就说小人是凶手？哼，一面之词。怀先生乃是通过推理之法，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展开侦破，这是最高明的断案技巧，需要缜密的思路，清晰的头脑。可笑你孤陋寡闻，竟说这是一面之词，真是可笑之极。我想昨夜之事定是这样的。二位客官，谁呀？饭吃完了吧？小的来收家伙啊。来了。哎，啊，我跟你说啊，哎，怎么了？哼，怎么，你还不承认？大人，这怀英见我告密，便恶言栽赃，诬陷小的。杀人定有动机，小的杀这两位客人，动机是什么？你怎么会知道？我知道的远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。带走，走，走，交给你们了。哦，刺史大人。是。凶犯既已成擒，草民可脱干系否？啊，先生神乎其技，温开万分钦佩。请受下官一拜。哎，好了好了，看来温大人对断案一道颇有心得，怀英不才，愿与大人共磋之。啊，怀英。嗯，先生的名字怎么？今日您这番推理真可谓冠绝筋骨，神行有加，令下官想起一个人呢。谁呀？当朝宰府狄仁杰，狄阁老。下官对狄阁老崇拜以及，曾深研过他的断案之法。如果下官所记不错，他老人家的字似乎便是怀英。不错，我就是狄仁杰。啊，阁老，我哎，叩见狄阁老。卑职狂言造次，无礼之极，请阁老责罚。哎，这怎么能怪你呢？是我不欲暴露身份，这才微服来到柳州啊！哦，大家都起来吧，起来吧！谢阁老，阁老，卑职真是万分的惭愧。这有什么关系？不知者不怪罪。哎，今后再也不可提起此事啊！谢阁老宽宏大量。温大人，那两位死者的尸体还在吗？正在府中，仵作尚未验尸。嗯，走，去司师府。是。大人，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好了，你下去。是。阁老，这就是那两位死者。嗯。来呀，在，将尸体翻过来。是是。阁老。嗯。
有个问题，卑职可以冒昧的问一问吗？说吧。刚才在青阳客栈，您说了一句什么，才令凶手惊慌失措，图穷匕现？蛇灵。蛇灵？我本来只是诈他一诈，现在看起来，果然是蛇灵。既然青阳客栈不是蛇灵的秘密联络点，这两个蛇灵属下为什么要来？这个老板又为什么要杀死他们？此人到底是什么身份呢？小梅是怎么得知你在客栈中留下了标记？我换一种问法，以前你每一次和小梅暗中私会，是她给你留下标记，还是你给她留下标记？因我不常在柳州活动，所以每次见面都是我到柳州后，便在店中留下标记，她这才来见我。是她。老爷，怎么了？温大人，卑职在。将那个店老板带到这儿来。是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吴翔。这两个死者为什么要到青阳客栈？你为什么要将他们杀死？哼，既然落入了你们的手中，要杀就杀，不必多言。大胆恶贼，你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什么人吗？竟敢如此说话，真是胆大包天。来人，在。哎，我知道你是小梅的手下，对吗？每一次苏显儿来到柳州，在客栈中留下标记，都是你将消息传给小梅，小梅这才来到客栈中与苏显儿见面。我说的不错吧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还知道你也是蛇灵的属下，而且就隶属于小梅所在的酒堂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怎么会知道这些？这两名死者也是蛇灵的属下吧？他们为什么要来到客栈之中？说。在我的身上，除了死，你们什么都不会得到。这样吧，温大人，将此人押入大牢之中，让他好好想一想。是。来人，在押进大牢。是。走。走，走。走，回客栈。是。Thank you.
是。你们老板他杀了人，被衙门抓起来了。他对你那么狠，你还念着他，抓起来更好，今后就没人打你了。他说从父母死后他就在这世间飘零，没有人肯收留他，只有这青阳客栈的老板见他可怜才让他住下，平时做点零活。他还说老板只是脾气坏，但是对他还是挺好的。我说的对吧？小凤啊，今后你要到哪里去呢？迪春呐，在。我看这样吧，往后就让他跟着我们吧。啊，老爷。嗯，这不太方便吧？有什么不方便的？你这小厮只知道以貌取人，没有丝毫的恻隐之心，枉费了我对你一番教导。得得得，老爷，您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吧。小凤啊，以后你就跟着我们吧。啊。哦，好了好了好了。哦，对了，你带我们到老板的房中看一看。小芳啊，你不用陪我们了，去歇息吧。啊，老爷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如燕和小梅相约见面的标记。小梅，她不是已经死了吗？原来事情竟然是这样。老爷，您想明白了。李春。在。你。是。Thank you.
老李，这没到换班时间，你怎么就回来了？老李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改倒着走路了啊？来来来，啊！要走了，总得和我手里的刀打个招呼吧。怎么失望了？好了，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你到底是谁。小凤，小梅，这才是你的真名吧？你是谁？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？我是狄仁杰。狄仁杰？那显儿和李元芳是你？哦，李元芳是我的部下，原来蛇灵的杀手苏显儿，现在名叫如燕，是我的侄女。人，我终于见到你了。你没有死。是，我没有死。小梅啊，现在能让我们看看你的真面目吗？你们去吧。是是。小梅啊，为了如燕，为了元芳，为了我们，你受委屈了。自我逃出大洋山来到柳州，历经了多少磨难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悬着心，担心蛇灵的人找到我，担心我还没有将自己知道的一切说出来就被他们杀死。可是今天我终于见到您了。您看我就是哭呀哭的，正经话没说一句。大人，你是怎么想到我就是小梅？难道我露出了什么破绽？哦，不不，你的易容术非常精湛，并没有露出什么破绽。怎么说呢？这话要从洛阳说起。洛阳？是啊，当时元芳和如燕受我之命要二探大洋山，临行前我问起了元芳在青阳客栈与你见面的情形，她说在客栈中留下标记，当晚你就来了。当时我就觉得有些奇怪，你是怎么知道客栈中留有标记呢？这个问题元芳不知答案还情有可原，可如燕也回答不上来，这就更令我感到疑惑。当时我的脑海中便形成了一个推论，青阳客栈之中定有你的眼线。
这个眼线看到标记，便将消息传给你，这样你才会来到这客栈中。这个推论一经形成，我立刻感到也许我可以从青阳客栈入手，找到蛇灵的一些蛛丝马迹。于是我便下定决心潜赴柳州，到这里来探一探虚实。这才发生了后面的事情。原来是这样。嗯，好，走吧。嗯，事有凑巧，当我来到客栈，正好发生了凶杀案。我隐隐地感觉到此案定与蛇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虽然当时并没有任何佐证，但多年办案的经验告诉我，这绝不是一宗普通的谋杀案。果然，我经过一番探查，断定了吴翔便是真正的杀人凶手。与此同时，一个推断形成了，这个吴翔就是你留在青阳客栈中的眼线。但当时一切并不清晰，这也只能算是主观臆断。大人，您推断的一点不错，吴翔确是我的属下。每一次显儿来到柳州，在店中留下标记，他看到后便立刻通知我。哦，随着事态逐步明朗，随着吴翔暴露出杀手的真面目，事情清晰起来。这时我突然想到与如燕在洛阳的一番对话。既然青阳客栈并非蛇灵的联络点，你和小梅为什么要选在那里约见？那是小梅选定的地点，我想可能就是为了避开总坛的耳目吧。哦，叔父，您可能有所不知，为确保组织的隐秘性，蛇灵有一条严规，除非有任务，否则绝不允许属下私自见面，一旦违反，被蛇穴查出便是死路一条。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小梅才将我们私自见面的地点选在了与蛇灵毫无关联的青阳客栈。想到了这番话，一切便豁然开朗。这个青阳客栈是你命九堂弟兄私自建起的，为的就是避开蛇灵的耳目，便于和如燕见面。哼，大人，您真聪明，一点不假。我命吴翔建起这座青阳客栈，目的就是为了与显儿以及其他几位好朋友在暗中会面。嗯，明白了这一点，吴翔的身份也就非常清楚了。嗯，他定然是蛇灵九堂的弟兄，而且是你的死士，所以你才会将如此隐秘的事情交给他。大人，吴翔从我到九堂后就在我的身旁，非常忠诚。确定了这个身份之后，我立刻想到那两个死者也很有可能是蛇灵的成员，于是我便到州衙验尸，果然证实了这一点。然而这个时候我还没有联系到你的身上，我只想搞清楚吴翔为什么要杀死那两个蛇灵的下属。当时我做了这样一个推断，也许是因为青阳客栈的秘密暴露，这二人奉上司之命前来调查。吴翔害怕事情败露，因此才除掉了这两个人。可这时一个疑问出现在我脑海中。首先，小梅既然已经死了，这个青阳客栈为什么还会保留？第二，如果吴翔为了害怕事败而杀人，那么他杀人后为什么不赶快逃离客栈，还要在此支撑？这样做岂不是非常危险，而且也不合乎逻辑？此时我才想到了你。
一个假设也形成了。什么假设？假设你没有死，逃回客栈，而你的行踪又被蛇灵发现，因此派人前来调查，那吴翔的一切行动就完全合理了。大人，您真了不起，难怪我们蛇灵屡次败在您的手中。想到了这一点，我立刻赶回客栈搜查吴翔的房间，果然发现了一样东西。此物一经发现，我的判断便立刻得到了证实。小梅并没有死，而是化妆成哑女，隐藏在青阳客栈之中。为了不引人注目，吴翔平时对你又打又骂。其实，这客栈中的一切都是由你来做主。想通了这一层，我料定你绝不会将吴翔丢下不管。于是我命张环、李朗到狱中暗伏。然而我知道，以这二人的武功是无法与你相比的，因此我只是叫他们将你逼走。因为不救出吴翔，你是不会离开柳州的，一定会再回到客栈之中，而我就在这里等你，揭开你的身份。不错，大人，事情与您的判断可以说是丝毫不差。一个月前的那天晚上，在古庙之中，小梅，小梅，你醒醒啊！我逃出庙外，躲到深山之中，直到伤口痊愈。这个时候距古庙事发已经十几天了，当时我想萧清芳定然不会放过我，一定会四海追杀。天涯茫茫，我又能到何处藏身？这个时候我想到了李元芳，如果他知道我没有死，定会将我带到显儿身边，这样我就安全了。于是我半夜潜回小庙，留下了蛇形标记。几天以后，我深夜到庙中查看。
知道，你一定会回来的。我拼死杀出升天，逃出了大洋山，来到柳州青阳客栈。当时形势非常紧张，大姐命九堂的新堂主率堂中的兄弟姐妹四处寻找我的踪迹，而吴翔正要关闭青阳客栈。这个时候，我逃了回来。哦，是这样。这吴翔也算得上是个忠义之人。是啊，在那种情况下，收留我就意味着要豁出自己的性命，所以大人，请您对吴翔网开一面。这件事你就放心吧。谢谢您。嗯，哦，那后来你又是怎么被发现的呢？我在客栈中潜伏下来，本想等风平浪静之后，再到洛阳寻找显儿。可没想到，昨天傍晚来了两个人。啊，二位住店？要间上房。啊，好，我们想向你打听个事儿。您说，最近在你的店里有没有发现过这个标记？啊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古里古怪的，没见过。真的没见过。啊，真的没见过，我还能蒙您吗？好了，带我们到房间吧。哎，左拐天字号第一间。好的。是什么人？蛇灵的人。什么？干掉他们。大人，这图上画的就是我与如燕暗中约见的蛇形标记。哦。当时我心中的惊恐难以用语言来形容，以为他们发现了我的踪迹。难道不是？当吴翔将那二人除掉，我们检查他们的包裹时才发现，其实他们并没有发现我们。哦，为什么？这两个人是九堂的属下，在他们的包裹中找到了一册画着地图的小本子，地图上标示的是柳州城西所有的饭店和客栈。我们又看了本子所写的内容，上面记录着城西半数以上饭店和客栈的检查结果。看了这些，我们才明白，这两个人不过是蛇灵派来搜索城西的，目的当然是为了寻找我的下落，可却并没有真正发现青阳客栈中的秘密。是我们自己做贼心虚，不查之下惹下大祸。哦，那个画有地图的小本子还在吗？在。小梅啊。嗯。那个蛇形标记不是你和如燕专用的吗？嗯。别人怎么会知道呢？想来是我留在古庙正殿中的那个蛇形标记被他们发现，便派人在那里守候。果然我去了，他们就断定这个标记就是我联络之用。还有一个问题，吴翔是九堂中人，难道你就不怕他被别人认出来吗？吴翔的身份在九堂中非常特殊，除了我之外没有人知道他的存在，因此我才会将青阳客栈交给他。哦，你继续说吧。得知此事后，我和吴翔非常后悔。既然蛇灵并没有发现我们，我们就不需要逃离客栈。可人已被杀，又该怎么办呢？于是吴翔想出了报案这个办法。只要二人的尸体进入官府，他们便无从查起，我们也就安全了。谁料想遇到了您。这也是我小梅该有出头之日啊。小梅啊，你受委屈了啊。好在皇天护佑善人，你最终安然无恙。我想元芳和如燕要是知道了，
一定会非常高兴。大人，自今日起，我便全心协助大人击破蛇灵。好，好啊！没想到这一次柳州之行竟然找到了死去的小梅，真可算是收获不菲呀、啊！哦，小梅啊，蛇灵的总坛是不是在大洋山中？正是，在大洋山中的陀螺地。你认识吗？当然认识。好极了，明日一早我们便启程前往蛇灵总坛。对了，大人，宪儿和李元芳呢？哦，他们此时已在大洋山中，可是不知道情况怎么样。但愿他们已经找到了蛇灵总坛的所在。Please subscribe this channel. Below the video, please leave comment, click like and share.